是那个48岁准备诊断为是一个鼻咽鼻咽那个胃部化，还有一个是脑转移的一个患者，通过我们的医院的一些综合治疗之后，他现在的一些症状啊，就是说得到了一个过后的一个缓解。现在目前的患者的话，这个头部的一些肿块，以及这个鼻腔里的一个肿瘤和空腹的是比较稳定的。